Hello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，天下公会301一个主播，叫做京城伟少。完了，给大家喊一首《玲珑塔》喊麦，希望大家点点我的直播时通知，还有关注，多多转发，多多留言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来把小六给我扣起来，鲜花不要断，礼物不要停哦。山上一老僧，那个身穿袈裟几千堂，那个若问老僧年高迈，那个曾记得那个黄河九澄清，五百年前轻易登，那个一共四千五百冬。老僧道有八个徒弟，八个徒弟有法名，大徒弟那个心头愣，那个二徒弟那个愣头青，三徒弟那个僧三点，那个四徒弟那个点三僧，五徒弟那个奔咕噜骂，那个六徒弟那个骂咕噜奔，七徒弟那个风随化，那个八徒弟那个名字叫做化随风。老师教他们八宗，一说八仙过海各有其能，心头愣能会打经，那个愣头青能会敲钟，那个僧三点那个会吹管，那个点三僧那个会放灯，分咕噜骂那个会打鼓，那个霸光奔那个会念经，风随化那个会扫地，那个化随风那个会点灯。老师叫他们换一换时，要想换时不可能，这个青头愣是打不了那个愣头青的青，这个愣头青是撞不了那个青头愣的钟，点三僧是吹不了那个僧三点的管，僧三点是捧不了那个点三僧的声，分咕噜骂是打不了那个霸光奔的鼓，霸光奔是念不了那个霸光奔的经，这个化随风是扫不了那个风随化的地，这个风随化是点不了那个化随风的灯，结果是那个经儿乱，那个钟儿坏，那个管儿裂，那个声儿倒，那个鼓儿破，那个经儿乱，那个地儿乱，那个摔了灯。老师见了来了气，那个要打徒弟整八名，眼看徒弟挨了打，那个外边来了个云游僧，一共僧人十三位，那个一到后院数玲珑，后院倒有个玲珑塔，一去数了个单了层，那个回来数了个双了层，谁要数过玲珑塔，谁就是那个大师兄，谁要数过玲珑塔，就叫他夜间罚跪到天明。玲珑塔那个塔玲珑，那个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四条腿，那个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摇钵一口清，那个一个木鱼子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整四两，那个方根一刮响滑棱。玲珑塔哥哥两层数三层，那个三张高桌十二个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那个三个摇钵三口清，那个三个木鱼子三盏灯，三个金铃十二两，那个方根一刮响滑棱。玲珑塔塔玲珑，那个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条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那个五个摇钵五口清，那个五个木鱼子五盏灯，那个五个金铃二十两，那个方根一刮响滑棱。玲珑塔第七层，第七层那个二十八条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摇钵七口清，那个七个木鱼子七盏灯，七个金铃二十八两，方根一刮响滑棱。玲珑塔那个塔玲珑，那个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那个九个摇钵九口清，那个九个木鱼子九盏灯，那个九个金铃三十六两，那个方根一刮响滑棱。玲珑塔那个十一层，那个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，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，十一个摇钵十一口清，那个十一个木鱼子十一盏灯，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，那个风儿一刮响花棱。玲珑塔塔玲珑，那个玲珑宝塔最顶层，十三个锣五十二个腿，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，十三个摇钵十三口清，那个十三个木鱼子十三盏灯，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，那个风儿一刮响花棱。玲珑塔那个往回数，那个往回数，那个十二层，那个十二个高桌四十八个腿，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，十二个摇钵十二口清，十二个木鱼子十二盏灯，十二个金铃四十八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棱。玲珑塔那个塔玲珑，那个玲珑宝塔第十层，那个十张高桌四十腿，十个和尚十本经，那个十个摇钵十口清，十个木鱼子十盏灯，十个金铃四十两，那个风儿一刮响花棱。玲珑塔那个第八层，那个八张高桌三十二腿，八个和尚八本经，八个摇钵八口清，那个八个木鱼子八盏灯，八个金铃整三十二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棱。玲珑塔那个塔玲珑，那个玲珑宝塔第六层，六张高桌二十四腿，六个和尚六本经，那个六个摇钵六口清，那个六个木鱼子六盏灯，那个六个金铃二十四两，那个风儿一刮响花棱。玲珑塔塔玲珑，那个玲珑宝塔第四层，四张高桌十六腿，四个和尚四本经，那个四个摇钵四口清，四个木鱼子四盏灯，四个金铃十六两，那个风儿一刮响花棱。玲珑塔那个塔玲珑，那个玲珑宝塔第二层，那个两张高桌八条腿，那个两个和尚两本经，那个两个摇钵两口清，那个两个木鱼子两盏灯，两个金铃整八两，那个风儿一刮响花棱。僧人数了玲珑塔，那个抬头看那个满天星，那个地上看那个有个炕，炕里看那个冻着冰，那个冰上看那个有棵松，松上看那个落着鹰，那个屋里看那个一老僧，僧前看那个一本经，那个金钱看那个点着灯，墙上看那个挂着钉，钉上看那个挂着弓，看着看着迷了眼，那个西北干天刮大风，说大风那个好大风，刮慢了
那个满天星的刮平了那个地上炕，刮化了那个炕里的冰，刮倒了那个冰上松，刮飞了那个松上的钉子，刮走了那个一老僧，刮翻了那个僧前钉子，刮走了那个一老僧，刮翻了那个僧前钉子，刮灭了那个金钱灯，刮掉了墙上钉，刮崩了那个钉上弓，只刮得只刮得那个星伞炕平，冰化僧倒鹰飞僧走金幡灯灭钉掉弓崩，这么一段绕口令喊给你们听了，兄弟们转发点赞吧。一定点赞啊，一定要记住啊。好了，拜拜。